来，刚才薛莫里长讲的，来抢出你的答案。基因楷模。哦，基因楷模，对对对。105年荣获新北市特优里长的仁和里里长姚宣谋，今年力拼连任。28号上午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支持者座无虚席。而提到自己过往的政绩，跳脱传统致辞的方式，选择和台下有奖征答，一来一往的互动，更展现了与里民的好感情。姚宣谋也表示，近日为仁和里争取到活动中心，希望能够发挥共餐、亲子活动等等功能，用一己之力及信心为里民带来更好的环境与服务。现在哦，仁和里刚争取到一个活动中心，我相信有活动中心以后哦，更能够发挥我们仁和里不管是老人的共餐，还是说小孩子亲子的活动，我相信我会用我最大的力量哦，希望仁和里会更好。而新北市议员张志豪更亲自到场加持，称赞姚宣谋默默打拼、肯做事，而且会做事，呼吁选民用选票支持连任。幸福第一里，尤其是姚宣谋里长，当顾以来一手的代志，他默默的打拼，他这个默默打拼的身影，肯做事、会做事，应该要得到我们最大最高的支持肯定，大众好不好？好，让姚宣谋里长最高票连任，大众好不好？好。里内的里长们、社区巡守队及志工们等等，都上台一同为姚宣谋助选，手拿藏头诗，写着祝姚宣谋先生高票蝉联里长，高喊动算，气氛热闹不已。最后也发放便当及水果，让里民能填饱肚子，建立用心服务的好形象。中嘉新闻张嘉慈综合报道。